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这家会当做出各式各样的产品或者是工艺品，为着做推广，伫文化园区伫六月份特别推出限时免费体验 DIY 开线的课程，邀请专业老师到园区亲自指导，如何用基本的滴编辑卡来编辑出一支好看又搁实用的开线，好民众了解滴文化奥妙。利用无同色水的底片来编织出一支有山独有的开线，远远一看，阁有一款中国风的感觉，适合来体验 DIY 的游客拢感觉真趣味。因为夏天嘛，有这个扇子可以扇凉，只有就是压挑压挑而已。它起底的时候就是先压那个七，然后再七挑五挑三，压三压五。压三就是这样做起来，自己哦非常喜欢。我觉得不会很困难啊，很有趣。因为第一次来接触到这个，因为它是挑跟压，有时候会比较我们会比较模糊啊。应该做一两次的话会比较熟悉一点，只是说速度会比较慢，不会很困难，就是蛮好玩的。不过要利用碟片来编织出一支开线，虽然看起来是真困难，算是真简单，将机卡来记录。就会当慢慢来编织出来，这嘛是第三点。第二文化园区邀请到专业的编老师，首先开办的免费体验课程。这个竹扇子的一个制作原理是个免费的啊，最简单的一个竹编的一个做法啊，这样子顺便能够把美丽的一个实用的这种竹扇子能够带回家去，当做纪念，让你永永远远记住竹扇这个一个竹编的一个故乡。我们这个是平面编，所以对各位大众来讲是比较容易上手的，因为我们最基础的就是我们有九片来起底，我们用七五三的方式一挑一啊这样，旁边我们都是三三三，所以它才会有一个图形，就三的一个形象哈。这边老师嘛表示，所利用的这边机卡是上基本的，嘛是上简单的，只要有耐心，每只拢有法度来完成作品，嘛做出和民众来了解到这文化奥妙，跟人生差不多。